人跟神跟佛差别在哪里？用心不一样。人用妄心，佛用真心。诸菩萨宗教里面这些神，他所用的心大部分是真，还有小部分的念头在里头，念头是妄心，就是我。我们中国人讲尘心，那是妄心变，不是真心。佛菩萨、阿罗汉，他们所用的真心，不是妄心。但是真心用多少，有人全用，那是诸佛如来；有人用一半，有人用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这就是真里头带着有妄。如果不带妄，全是真，都成佛了。佛跟凡夫跟各个等级不相同的差别，就是在你用了几分真心。翻过来，六道轮回，但一毫真的地狱，但两毫真的无鬼，但三毫真的有魔鬼怪。所以整个宇宙应观法界心，一切为心造。整个宇宙是哪来？自己心里变现出，除了自信之外，没有一法果的。修行最殊胜的真，就修行人，什么叫修行？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就是修行人。真心显的真见，唯心所显，自信变现出来，山河大地真，样样都是真。为什么？这山河大地是自信变，里头没有妄念，妄念是假的。整个宇宙也如是，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有壮丽，那是性的变现出；有等级要差很多层次，妄念变，念头一样就变成一样。没有这个念头，就没有妄念。所以诸佛如来所现的，佛称他是一真法界。他只有一个心，他没有妄心。一个心变法界，也是真，不是虚妄，是一真法界。所以妄跟真从哪里来？念头，每一念头是真的，有一念头妄。真妄怎么分？从分别生。你有心，心会动，这个震动的是心，幅度大小不一样，强弱也不一样，念头的内容也不一样。
所以就变成这么复杂的宇宙。宇宙复杂，念头复杂。诸佛如来没有杂念，念头是一。佛把宇宙是怎么来的说给我们听。六道一如是，同生净土。